暗示是咧订定着民宿经营的公约，透过这个通过平感者，都来颁发着票奖。为1908年推动到今，已经有116间的民宿通过平感摕到票奖。今年台南市有52间得到民宿公约标章的业者，上台接受市长王伟特来颁发标章，肯定因提升台南优质民宿的品牌。透过公约标章的认证，市长嘛希望提升大房品质和竞争力，来创造出双赢的局面。通过这个评鉴，都是相当水准，都是水准相当好的民宿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在对环境友善，或者对这个邻里友善，或者对于是这个邻居或对这个消费者友善方面，都是有很好的这个成果。政府和民间做伙合作，台南市对1908年推动的民宿公约标准，连续2年，予台南的大房比例拢是6都的第一，所以嘛，呼吁搁啊侪业者加入做伙来拼关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